不过你今天穿的这么不灵不灵的，健身专家至于吗？懂不懂啊？万一这个专家他不好说话呢？我还可以使用一下美人计，不是吗？哇，那任务艰巨，同志你辛苦了啊！你跟我说说呗，之前那个特别不靠谱的医生，他怎么回事？那个顾卫，太不靠谱了，自以为是，随便给病人下诊断不说，最主要的是，他们全科室的人都知道他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，这种人可信吗？他不可信啊。那是不是长得挺帅的，身材挺好的，是个小白脸吧？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今天这位专家他靠谱，愿意给老林治病，我马上给老林转院。行，必须靠谱，包我身上。我肯定相信你啊，绝对比那个小白脸要靠谱。对，恐怕让你失望了。小白脸儿，他就是那个医生，小白脸。顾湘，妈，妈，妈，说话。